哦，我这个好看哎，来吧。哇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，没事没事。你看看，林允第一次站起来这么快，这一记了都没有。对，然后男生为女生挑一款口红颜色，为她涂上去，然后我们看看女生是不是满意，好不好？OK， 来，王大陆为佘诗曼挑，黄明昊为林允挑。 东东为陈学冬啊，不，新人，东东为新燃挑，好不好？我挑好了，东东已经拿好了，我挑的这个，记得有一个2021，就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他很新颖，这个哇，眼影，他会变金的，好厉害啊！眼影吗？眼影不就是这个吗？这个适合大老师，我吓我一跳，我差点戳嘴里。好了，来了，选定了就开始吧。 男生给女生涂，去动啊！我很认真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我很认真。那想给我涂嘴边。哇哇哇！你行不行啊？不是，这只手要干嘛？<笑>这只手要扶着吗？这个啊，可以扶着。怎么弄不上去啊？ 我觉得你那护唇膏太多了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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